彰化县政府二月七日中昼，结合仁安创世基金会，伫彰化县立体育馆举办韩式130爱心每月活动，隆重开75桌，同齐围炉享受餐点，予家友韩式感受来自各界的温暖，也当过着温暖的节日。啊，嘛真感谢足济基金会来照顾你，吼、哦，来照顾你。啊，原本伫遮嘛要甲大家鼓励，吼、哦，咱拢爱对未来拢爱有希望，吼、哦，对未来拢爱有信心，吼、哦。社会是真正温暖的，社会吼，拢、哦、会支持着你，会照顾着你。所以，县政府甲遮基金会、甲遮慈善会，拢建立真好合作关系。今仔日不但互你有遮个有量，吼、哦，啊，天气寒冷。我要照顾你，互你大家拢甲一般人同款，拢有当过着年前的这个好生活。好，邀请我们彰化县，街友啊，清寒人士，还有我们的彰投区的独居长辈，好，总共75桌，750位，一起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盛宴。好，加今天天气非常冷，好，然后，很感谢啊，我们的义工团体啊。还有我们彰化县的慈善单位啊，哦，都不遗余力啊，来响应这样的活动。活动除了澎湃的餐点，同时发放关怀慰问金、企业家捐赠洗浴的用品，和平常时陆续街头三顿无稳定的家友，也当伫过年进前有一个家的温暖，感受到政府还佫有社会大众的关怀，温馨过好年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